他们五六个都出来，就我一个也有。那也没有看见放血的。我觉得就是积极配合，然后尽早的把那个病毒驱赶出去，对我们大家，对我们国家，还有就是整个大家庭，你第一可以回家团圆，第二可以正常工作，而第三社会的各个运营商全部正常有序的运行了。冬奥马上就要开了，所以这个这个以国家大事为重嘛，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先稳住这个国家这个整个的这个防控的大局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理解这个政策。另一方面，就是也是为了自身的这个就是整个国家的防疫这个政策的一个要求吧，我觉得都可以理解。反正我个人是可以理解，虽然有一些不便，但我觉得就是还是可以克服的。